So, YOUWLLBELIKETHEM o。今天你就见到了，你没请到他们。
上午8:42，一辆货车停在车道内，一名男子拿着3角警示牌往后方走去，准备放置。放置好警示牌后，男子看见路边放着的反光锥筒，小心地将这些反光锥筒摆放好预警。此时，隧道外的工作人员发现后，也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。常客就是常啊，常哥走，三步一撤，他妈两撒两回。不在你身边却被你左右，用眼泪来形容我对你的爱，用眼泪来形容会有人离开，用眼泪来形容暧昧想象中简单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，星星不会说话，让你觉得孤单啦、啊。可能是太阳也太晚，运动门都太懒，忘了帮你变通话、啊。可能他出现在未来，你出现在现在，不小心搞了你的时差。可能是你所谓的转角是其他人的直线，所以没法给你个回答。